没有一点点控制，这一个扣给他们都收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一个蛤子，我在打排位，我梦见一个蛤子出了一个那个德克萨斯木印，然后呢，然后他会用剑圣的扣在河道这个位置把我们都收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不要被骄傲。哎呀哈！回家了，来把长剑，在我内心延续。他还没有药，这一波，下一波我们可以随便跟他拼。等他升三级之前，再杀他两回。扛兵也没关系。按一下波浪剑，直接抠上去。吃药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哎呀，怀疑是最强大的敌人。我知道你有 W， 可是这又能有什么用呢？我那叫真实伤害。小胖子，愤怒带来冲动。小胖子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看见没？俺们家打野从来都不会往上路跑。我跟人拼的好好的，人家那上路河蟹不要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那小胖子还得来。插个眼儿的。形势先于蛮力。盖楼敢上来一点儿，我们直接扣上去，扣上去，然后下一波越塔把他杀了。哎呀，差一内内，为啥没回上来血呀？那个凯旋，我是把自己凯旋给躲了吗？还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把盖伦杀了，点炎了吗？哎，那个凯旋没回上来血。
卡特把他收了还行，我们去中路看看这卢仙啊。无极之道，在苍穹的脚下的路。我必须收你个车，你在跟我说些什么东西？人头都给你了，你不让我收个车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插个眼儿，省得小胖子又来了。一刀，两刀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。绝对要做到胜利的到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不太好杀了，不太好杀了呀，他有 W 了。哎呦我卢仙，嘿，哎，死狗死，再见！看着吧，我不带上去的，你在这蹲我也没用。回家。先来一个攻速海。地上的红点是啥？地上的红点是乌鸦的被动。我们敌人的辎重定计皆斩。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上路不好杀，再去一波中路吧。先把小胖子的红给他打了。不要被交换。双人。Shut down. Double kill.没有人 Q 上来，盖伦的 W 几秒吸地，不知道好没好啊，试试看吧。嘿，哎，我闪现 W， 呜，小胖子，哎，两盘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小胖子，你等着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回城，不在塔下回，你给我等着，你自己来多少波了？你心里有没有数？我问问你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形势先于蛮力，有干的。你好像打不过他。啊，你打得过他。三二。一小胖子出现，425移速，跑得有点快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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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唰
这家伙有大招，信仰将拯救我们。没让动，盖伦收了我三层塔皮，真累呀、啊！绝对不要坐等胜利的到来。他能不能给他拆没哦，最好是给他拆没。这有点烦呐、啊。挺烦人呐、啊。我第二件出什么来着，收集者吧，好像是。收集者。对。你继续守啊，我就中路杀个龙仙。往右边走来。高原血统。你他妈的。我砍死你啊！我砍死你！我让你干克！这寒冰干啥呢？哎呦啊！不行啊！不行不行不行！有虚弱。完了，这皎月一点虚区也没有。你先走啊，下路人有点多，我跟你说。哇，这 ADC 要塔不要命啊。走去中路杀龙仙。形势先于蛮力。先去中路杀龙仙。嘿，我给你一刀。哎呀，烦死了。拉倒吧，下边再杀吧，还有闪现。闪现 A， 别起手掉 Q。谢谢大鼻子露珠的一个火箭，谢谢大鼻子露珠。人家卢仙搁中路呢，旁边没盖伦，我起手交 Q 必杀。
然后你跟我说闪现 A， 我交那个闪干啥呀？我交那闪现就啥意思呢？交这个闪现，这闪现交的干嘛呢？没有视野，在这等来，我俩杀了。别放一寒冰。一个，这女枪头也不回，唰，哇，给你一刀，剑圣的皮肤怎么回事？来呀，怕啥呀？怕盖伦啊？杀我呀！带来冲动。我们开始吧。还为什么我敢国服玩剑圣，韩服不敢玩？那你为什么不敢给我开个超级皇帝呢？却只敢在这叭叭呢？你为什么呢？我给你一刀，还跟我在这敢不敢？你为啥不敢把你们家房产证给我呢？嗯？你敢吗你？你敢我就敢，你敢不敢？因为你穷啊。那你穷，那说一个你不穷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敢开个直播磕头管我叫爹呢？对吧？你为啥你不敢呢？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咋就偷换概念了呢？我干个啥事我还得敢不敢？我还得问问你呗，敢不敢呢？你说谁敢不敢呢？小龙团这波不给他们收割一波，我天哪，上团来来来来来，快抓紧时间，在我内心延续，来呀，打龙啊，哎，这打龙啊，你们打龙我才能收割，你们不打龙我怎么收割？对，开起来！嘿，哎，我给你一刀，我给你两刀，我怎么死的？哇，漂亮乌鸦，来打小龙。我差点钱呢，多兰剑不要了，来一个西兰刀，愤怒带来
脆是一定的，但是他们家也是很脆的。剩一滴血，来吧，女枪，也开始吧。往哪走？往哪走？我给你一刀，呀，一刀不死，没暴击。我给你一刀，哎，不能上啊！这卢仙还是伤害挺高的，而且他有点幼，他比寒冰幼一点，他比寒冰高三级。在这再等一会儿吧，看看这下路有没有人守，有人守一秒就死。嘿，高原血统！这属实是没法杀。这属实是没法杀了，他闪现一家狂风之力。我有闪，但是我觉得他如果都这样跑的话，不行就让他走吧。遮蔽了双眼。他害怕我们一刀把他给砍死。兄弟，这一波你没技能了吧？啊，你为什么敢在这里带线呢？嘿，哎，我一刀两刀，再见。天，这是追呀！哎呀，这是追呀！这也没啥装备，这砍身上两下就没。这非得要追，也不知道追啥。还有蛤蟆吗？没有了，下个高地吧，兄弟们。我们中路再收一波无尽了。咱俩打个大龙来，咱俩把大龙打了。我感觉我们应该来波五杀了。我先念个咒。回家出个无尽，要五台啊，五台得要个青雨才行。我们开始吧，来条小龙。里边几个人？来个舞台，
没人出来呀、啊。不要被骄傲遮蔽。来了，卢仙来了，卢仙，卢仙来了啊！卢仙，卢仙应该是没闪。来，先来一个，先来一个小卢仙，嘿，高原血统！你今天进泉水，我都得把你杀了！你给我回头，我给你一刀。怎么这一刀伤害这么低呢？可能是没有 E 的原因 ，E 技能开快了。没暴击这一下，对，没暴击，这60%暴击，这刀没爆，不是一没开，是没暴击，可恶，居然没暴击。让圣枪游侠出了一个守望者铠甲，有点冲动了啊。薛飞是有点冲动了，冲动是魔鬼呀、啊！形势先于蛮力，不能再这样冲动了，我们得稳住，稳重。呀，生气了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生气了！高原血统，我给你一刀，我再给你两刀。来一个青雨儿。看来第二个人得去杀他们家女枪了。哇，这乌鸦虚区这么高，哇，我们家乌鸦其实才是爹呀。啊，这乌鸦装备有点好啊，600多法强。出点肉，出什么肉？不出肉，收割剑圣出肉那没用，又不是海妖剑圣。超级兵，哇哇哦！卡特琳呐，帅呀、啊，卡特琳呐！完了，神志不清了。没事，我来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就杀了女枪呢。高原血统，我给你两刀。小胖子，你给我出来，来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肉？嗯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肉？我不上，你这一看就得被秀，你知道吧？咱都不用瞅。那卢仙很明显要勾引你一手。你不要以为你出了一个蓝盾我就打不动你，我这叫青雨儿。行吧，最后杀一个完事儿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嘿，行，最后杀一个，结束。
舞台搭好了，搭好了也没用，给我的舞台没有任何的用处，我们就只能杀这么点人。